那我们今天在往下交通的时候，我还想把前面一直到18节腓立比，我们稍微温习几个点。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福音跟腓立比书里面说的基督，实在说就是一回事儿。保罗是一个疯狂传福音的人，保罗也是一个疯狂追求基督的人。就着他自己对基督的追求来说，他愿意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就着他的传福音来说，他愿意道出他里面所经历基督的丰富。所以他一切这个人生的遭遇，一切在人生里面的奋斗，他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就是基督，基督，基督。对他自己是满了享受，对别人是满了彰显，满了流出。这一个就是福音，这一个也就是基督。那么在前面几节我们看到保罗的反应，以及腓立比书里面所提到另外有一些所谓的大多数的弟兄们，他们的反应是很特别的反应。保罗写这一封书信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是被捆锁的，他的遭遇啊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在这个艰苦里面，他不因为这个艰苦打岔了他对于福音的传扬，也不打岔他对基督的经历。同样的，那里所谓大多数的弟兄们，他们看到保罗关在监里被捆锁，他们的反应也不是惧怕退缩气馁，反而啊更放胆了，越发放胆，而越发在这里传扬基督，传扬福音。所以你就看见他们的那个反应呢，不光是不受环境的打击跟这个压迫，反而是超过这一个，越有压力啊，他们所显出来的光景越是奇妙，越是有能力，越是放胆。这一个都证明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挣扎来做的，完全因着这一位基督在他们的身上那个荣耀的启示啊，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他们在这一切的经历里面活出一种的光景，远超过世人所感觉所解不通的。所以那个结果啊，连这个狱营的全军，我们知道这个狱营就是在罗马里面皇家的侍卫，这些都是啊每一个人的心呢，都是要像铁一样硬的，意志要像钢一样坚强的。这一帮军人呢，是一个非常硬的人，但是在保罗这个见证的跟前，他们也受到震撼，他们也受了吸引，结果有一些的人也得救，也知道保罗有这些遭遇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也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位基督借着保罗的见证，在当时的人中间，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皇家的侍卫，还是别的人，其余的人，这一位基督啊，都成了一个最强的一个题目了，最强的一种的冲击，叫这些人都吸引来注意基督。这是一件太大的事，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基督若是有机会在我们身上来真正的有地位，真正的显出他的全能，那个福音必然满了冲击，满了影响，人就要看到这一些人，就是接受基督、享受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上被这位基督完全充满了。这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在这里实在能够摸着这个实际，这一个实际曾经在保罗身上，曾经在许多的弟兄们的身上，如今也应该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一个保罗在这里有福音这样的强，但是呢，在其中另外一般的人，他表面看也是传福音，但是那个动机啊，那个源头却不一样。保罗说，有的人传福音是好意的，是出于爱心，但是也有的呢，他是因为嫉妒增进，他们的福音里面是带着师徒好争。这个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我们应该清楚那一帮不正确不正常的动机的人，他们这一帮人是谁呀？他就不是平常的这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乃是一帮的人。这一帮的人就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信了基督了，也信了主了，可是啊，他们还在犹太教的老旧的教训里面，还要遵守犹太教的诫命。他们愿意人信主，也愿意人做犹太教徒。他们觉得神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的经纶里面所带的那些东西啊，要和基督的福音，要和新约的经纶要同时并存。所以这是一帮特别的一般的基督徒，在基督的福音之内，他要掺杂进来旧约里面的那一些东西。那保罗呢，就被主设立是为着辩护这个福音，换句话说，他要清除在福音里面所有别的掺杂，不光是没有世界的掺杂，并且连宗教的掺杂，连旧约里面那个经纶的掺杂，都要把它排除，把它过滤。所以这一个就引起那许多犹太教徒而坚着信仰基督的人他们的记恨，所以他们就兴起来，一面是传福音，但是一面呢，里面就带着一个动机啊，有师徒，有好争，有增进，要增加保罗的这个捆锁的苦楚。当然今天我们没有遇到有人再要把犹太教的东西带到基督的福音里面，因为这一个仗借着保罗这一个征战，这一场的征战可以说把这个排除掉了。但是在宗教这一面来说，我们实在看见还有很多的情形是带到福音的里面，一面传基督，一面还要在基督之外呀，要来把人带到另外一些东西的里面。所以在保罗这些书信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不光看见福音的传扬，也要了解在福音传扬的背后应该是如何。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今天接受钻联班的训练，愿意在今后服侍主的路上被神使用，我们也需要在这一点事上更多蒙主的洁净。我们这样来为主摆上，不是为着任何别的动机，完全是因着这一位基督在我们里面太宝贝了，太可爱了，太荣耀了。我们愿意把这一位基督涌流出来，让别人来得着。无论怎样，我再重复地说，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我们越经历基督，应该是越乐意在福音上有份于这个推广福音的交通，把基督从我们身上来显出来。另一面，我们越在这里传福音，越应该看见这一个所传的基督应该是我身上天天所经历、所享受、所宝贝的。那这一个是一个正确的福音，正确的传福音。这样的动机、这样的情形会带我们在经历基督的路上啊，能够走很直的线、很直的路，这是相当重要。人生